你们都在那边，那你念给我就好了，我就可以查了。念了我笔顿好就可以了。。3、4，贵姓？毕姓黄。再念一次。A124。身份证字后一直乱报，假装口误，让远景查不出身份，眼看快掰不下去，男子竟突然跌坐在地。突然断头。你还好吧？你女人有人？救救我家！一连喘不过气，还不断哀嚎，男子自称身体不适，也吓坏附近店家，赶紧上前帮忙。警方也紧急将人送医，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演出来的。他是用车子打到地上了，然后在那边一直叫很大声。然后他女朋友在旁边说他癫痫发作，没有带药，他会喝水，我拿水给他喝啊。在哪里？在急诊呢，在急诊。事发就在新北市汐止区，原来潘姓同情犯和女友日前在超商外违停，走远景上前劝导盘查，但男子心虚，佯装癫痫发作，医生一检查发现他根本没有异状，当场被识破逮捕。到院检查完毕后，自认已经无法继续隐瞒，才向警方坦诚其本身已遭二处地检署通缉。韩姓男子被抓回派出所后，这才坦诚因通缉状态才出此下策。而警方一查也发现他有毒品和窃盗通缉身份，立刻将人送办。再怎么装病，最终还是难逃法网。记者张妹子叶维林采访报道。轻松拥有五星级的享受呢，买这个就对了，因为它可以拌面拌饭，然后呢是你烫青菜加一瓢这个，或者是吃火锅加上一瓢，都能够增添你汤头的风味。好，现在哪里购买呢？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 来扫一下，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购买。